孙卫东博士的这个事情属于涉外，补办证件这个事情我们当时真的还不是很清楚。我们的政策的大部分都是针对江阴市本地户籍的，像孙卫东博士的话他是美国公民，如果说后续他是需要回到江阴什么的话，肯定是有上级部门一级级下来，我们肯定是对应的是会跟紧，把该做的事情做到位的。现在没有接到通知。江阴求助中心这个单位不是我们的下属单位。